我真的已经在报了，新官哦，你要找一个接班人保你的气，我给你一个翻身的机会。伊的三个月来，所有的钱拢开完，开钱较简单。我稳赢的，真正的金马，玉儿，你要看我变过啊啦！ 台米德兰台29频道拜托拜托按7:30，细说台湾，Toby公接班人。